大家好，我是汤翻到玩足球小将萧煌。今日2022年1月1日，新嘅一年，新年快乐先。咁啊，今次系有啲迟咗几日去拍呢条片啦，咁有啲忙。咁啊，而家继续介绍下嘅新嘅活动先。咁首先咧有呢个活动关，新春特别队，咁啊打翻呢个梦币。咁啊，一日挑战回数有两倍 up 啊！咁啊，12月31日至1月12日，咁啊打呢个梦币12，同埋期间限定嘅任务有1400个彩波。咁有正月十连抽啦，咁啊12月31日至1月20日嘅。咁啊，仲有限定超师豪制啊，新春特别篇嘅开吹，咁啊抽呢个小志强，咁啊12月31日至1月12日，咁啊 URL 又向小志强 PW 属性 FW 位置黄牌，亚洲、欧洲、海外同埋师豪嘅标签，最大选手力96606，队长技啊！海外选手的铲的技能 25%， 而全选手的射门技能呢就增加 15%， 强化了整队的射门威力、技能第一个是铲球和盘球技的 matchup 胜利场合呢，自身装备了这个射门技能的技能威力加多 20% 去发动。第二个呢就是自己和对手的未来出舵发动中自身的全能力增加 50%。 第三个就是 matchup 胜利场合，铲球的技能发动回数消费零，装回招铲球技给这一只的小志强。第三个的战的经验三，就是 matchup 发生时自身的技能威力增加 30%， 最大就 300%。共鸣技能对手的 GK 将个波弹出来的话，射门技能会自动发动追击这个射门的发动回数消费零，全员都有这个技能所持有，可以追击一次的。装备技能有直线猛虎铲球， match up 威力增加 55% up，同埋有利属性场合就上升两倍，限界最大威力系9650。咁啊，之后睇埋新春特别队嘅活动，咁啊每日任务啦，咁啊做咗噶啦，头先咁啊睇埋累计任务啦，咁啊输入胜利嘅次数，咁啊攞翻啲彩波，同埋啊咁啊指定嘅小志强啦，一个试合里边咧。入两球、四球、六球、八球，同埋十球以上都攞翻个梦币嘅。咁啊，交换所以换翻黑波加茶券、进化卡同埋4680嘅限界突破道具啊！咁啊，同埋仲有一样嘢咧，就系卡嘅数量上限已经提升到4000噶啦。咁啊，之前系2000，而家4000，咁我用翻金币去买翻就够噶啦。咁啊，加柴呢边咧，咁有正月十年、五年同埋3年啦，同埋消活制嘅。咁啊，一日一回，限定选手 50%，SR 以上一体确定啊！咁啊，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。咁啊，佢系队长技都会增加翻呢个海外队嘅铲球技啦，同埋成队嘅射门技能威力噶。咁有常波限定咧，第一个 step 就 50% 限定选手，第三个就 100% 限定选手。第五个 step 就是新选手 50%， 看看大家肯不肯火这只，可以加回整队的射门技能威力和海外队的铲球
技能威力。咁我哋今次抽三次啦，咁啊睇下中唔中到小志强啦。哇，两粒！喂，有撩边个？赵俊光。黄金反动就射门，哇，四个喎，不过三个重复，一个撩嘅。咁啊，用咗一亿回嗰个限定选手5%，SL以上一体确定噶啦。咁之后嗰啲好普通嘅抽蛋噶啦，咁啊睇你好冇彩中到啦。咁就两个重复啊。咁牛右手同埋一个。斯藤阳第三十抽冇，哎都有原心，哎全部重复啊，唔使抽啦，冇追，冇乜运气就冇追啦，因为佢依度冇个累计啊，之前嗰啲 gacha 可以有得累计啊嘛，抽200抽咧就会换到一只，依度系完全冇，完全系靠你嗰个货金能力同埋好唔好彩抽中啦。咁今集玩到呢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